哎呀妈呀，拍这么半天可以吃月饼了吗？这是我的快递。这么重吗？里面是什么？打开看看。啥玩意儿啊？这么大个盒子，难不成给了这一盒子的月饼？这是什么好吃的？我都闻到味儿了。哎呀，你说里面是什么宝贝？我猜不到，你还是赶紧打开吧。打开。打开看看。哇，这啥玩意儿？看看里面有什么。愿你始终拥有热爱，常遇世间美好。看看里面是什么，这个肯定是月饼。怎么样？四块月饼，还有两个杯子。这是那种户外杯子吧？不锈钢的。拿出来看看。这个杯子颜值很高吗？我喜欢这个杯子。这里还有什么？这是个杯盘。这是啥？这个什么？那个呢？里面还有吗？还有一个。这是大帐篷。这应该有清单嘛？看看这个清单。这里面是风味月饼四个，户外钢杯两个，跟这是一样的。然后运动飞盘一个，营地旗一个，然后天幕林克。布鲁林克包一个，就这个，这个是布鲁林克包，这个是充气沙发，这个是天幕，这个是飞盘，这是两个杯子，四个月饼。除了月饼之外，都是一些户外的装备，咱们在屋子里也测试不了啊，赶紧吃月饼吧。你就想着吃，赶紧照一个合影吧。照完合影可以吃月饼吗？赶紧装回去吧。这么快就装回去了？不是说好吃月饼吗？等到8月15那天再吃吧。拿着这个带你去户外试试，咱们把天幕搭起来吃月饼。好啊好啊。